态度的关系了吗？你说我跟就是登记了没有？对啊。我就知道你会问，我还想说刚刚怎么媒体连忙说居然没有问这个，我还一阵得意呢。我不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我不告诉你。等这么久，等这么久，超坏的吗？而且我已经上网做好研究了，这个个资法会保护着我。这样讲就代表是有啊，又不个资法会保护我。你说我跟就是登记了没有？对啊，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。我还想说刚刚怎么媒体连忙说居然没有问这个，我还一阵得意呢。我不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我不告诉你。等这么久，等这么久，超坏的吗？而且我已经上网做好研究了，这个个资法会保护着我。这样讲就代表是有啊。想好了，就是不会告诉你们，就是婚戒吗？这个你去看前面的新闻，那个情侣戒，婚戒啊，不是有跟他讲，我说这个应该要改成一圈钻吧。他说，你看这个这样啊，我这样看的时候就没有啊，有时候这个就转到背面，我侧面就没有。新的一个，我说这应该要镶一个全部都钻，对啊。哎，母亲节快到，都没听到。对，你的第一个母亲节啊，叫他送礼品，这个。这个，我不告诉你们，你们套不出更多话了。这个，哈哈哈哈哈，有的啊，都有东西。送你是儿子，有儿子。反正我不告诉你们，自己去查嘛。你就说不能查，你当愿意管，对，依法保护你。大家很怕了，交交话题你可以回答，但这。我有回答，我的回答就是我不告诉你们啊，然后你们去查，好坏的，我觉得好坏，应该以后的人都会这样回答。你想半梦寐以求要婚礼，我现在一心只想要办我儿子的抓周。没有哎，婚礼，我有问过那个小徐，我说你会想要。有婚礼嘛，就是这一个就是仪式啊或什么的这样，然后他就说不会，我觉得那好麻烦，嗯，不会很就超，对，他没有那么梦幻，对，他蛮实际的，因为他可能想到那个花费，像是还是先养儿子哦，没有开玩笑，婚纱照他也对那个没有，对他好像没有哎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，我觉得迟早我会拍，因为全家福嘛，对啊，然后可能就，其实像上次拍照的时候也是，哎，不对，上次拍照没有我跟他，对，我都没有想要拍我跟他，都一定要有腰果，他是家里有吗？全家福，对啊，全家福都没有，都三个没有拍我跟他。可是我也没有想要啊，而且怎么样？但是家里称呼还是称呼小爸爸吗？还是还有别的？对，哎，我上次有讲过我叫他什么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有另外一个，我有说过吗？那个英文字母的，不是，不是 A。我说要，因为他都叫我说他都叫我宣宝，这个我有讲过吗？哦。这个我有讲过吗？没有。哇，那讲出来了，假装没有这件事好了。宣宝，宣宝，加徐宝字。哈哈哈哈哈。宝宝字辈的，就是差宝啦，某某宝啦。哈也有个宝，就是还是会有，因为我自己也发现，就是像有时候有些场合，当我叫爸爸的时候，你知道会一呼百应，因为他也是爸爸嘛，我爸也是爸爸嘛，然后那个腰果的干爹也是爸爸，所以我就发现说，好像不能这样，然后有时候在家里面就叫腰果爸爸，又把他叫久了就觉得不行，好像还是要叫回我们之间的称呼，对。